楼上两个。知道了。这打不死的。他应该在左边，他在右边房间，上去的右边房间，懂吗？我是看这窗户踩着的。哎，头顶喷子，堵着我了，堵着我了。我动不了，卡住。我动不了。我们动不了，我也动不了。来了，没事。先打，皮雷，先打，你拉出去打一波。先拉出去打一波。架过你。往上跑，往上跑。多一个，然后放二楼一个。倒了，二层楼。连后面的二层楼。今天房子倒了，好恐怖！外面，烟里。哎呦，我操！啥意思啊？这个人就是要当烟中之恶鬼，上来追你。嗯哼哼，这又被放倒，太痛苦了。玻璃房有的，小门上是不对。玻璃房正门，我家左边的房上门。我他妈打天枪枪压不住的，还有音乐盒吗？好，哇塞，好 AOG 兄弟，那这 AOG 就要展示一下这个六倍镜了，兄弟。哎，没事，我非常安全。我知道，六倍镜。看三，别接。二岛，看一下我的血。十二岛，我二岛。我他妈的四发子弹，不然他直接去世，我操！你们快点呗，哥！有车，我们这里有车。那就走，追！好。哎，往我这边来的。别动车，胖！滴！脸上有86。大仓那里，他们那有人。哥。什么情况啊，大姐？他们那有人。开过来了。停！就剩一个司机了，刘博。知道。还有吗？你呢？一个。没了，一个司机飞下去了。医生房左边外面。走。来，我来看。梦碎了，二彪碎了。我。哎呦吼！红瑞的，很猛啊，红瑞的。你水平不一直都这样吗？是吧？右边就来了，右边。很近吗？今天就是六倍镜使用者来了，找个掩体吧。不愧是黄车司机打下来了，这还有一个。哎呦吼！说句实话，这六用不用六倍都一样。你这你在干嘛？你他妈在干嘛？我操！不是，这车他妈的自己爆了个轮胎，它弹起来了。你这是世界倒数第三吧 ？PZ， 逃一下。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车倒。没看之后，卖多少的？左边，雷子正面。雷子卖多有一个 PZ 正面。标点卖多一标。给他炸了。好了。哎，雷车，没办法，兄弟，我得爬进厕所，很多刀，很多刀，救不了，打下他就死了。三，直接进，完了，别蹲着，皮雷，再打。你出去先拉一波枪线，皮雷，啊，他没来，没事。没事，皮雷进来。皮雷，活下，皮雷，活下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的一血，就他一个。啥意思啊？他敢拿 P 九二 ，biu biu 你。能进厕所吗？他进不了。进不了。直接摁。哎呀。